欢迎国家妇女局女女组独提倡妇女权益跟性别平等，中华梦想馆规划出一条彰化市女路，将甲女性相关的重要景点来连接成一条导览路线，搁培训一批女性导览的人员，将借由导览组独的方式来深度认识不同时代女性的经历。欢迎南逍遥。彰化市中环社区透过话剧来呈现台湾早期高屏歌的酒家文化。阿贺啊，你竟然讲我不输鬼！吃你的豆腐，好啦，啊，请问。除了酒家文化以外，台湾经济起飞的时代，纺织厂女性伫遐同时受到的待遇。我都来再来试试，我咧做些罗马架是真正女主角，好吧？这个女性息息相关的地景跟社会文化，将会透过走读导览的方式，让民众亲近实在女性伫咧无同时代所面临的性别议题。过去的时代是重男轻女，然后呢，过去事实上很多的这个性别不平等的东西哦。那刚刚看的大家很热烈的反应，因为最近这段时间来 ，Me Too 的部分呢、啊，越来越如火如荼、哦、不过也借由这样的一个部分，让大家能够啊，这个互相尊重哈、哦。负责这项计划，彰化县女性培力协会表示，这条串联孔庙、高平阁、甲泽孝寺等彰化市女性地标的导览路线，已经培养24位专业的女性导览人员。接下来，还有第二条、甲第三条的路线。彰化县在地的民众，你可以知道说，原来我们生活的这个城市里面，它有这样子的一个性别故事的存在。因为一般我们每天很熟悉的道路上，你不会知道说，原来这个地方它有这样子的一个故事性。那我们也想说，借由这样子的一个路线，让大家能够去认识说，原来每一个点它有它的故事存在。那今天这个只是第一条路线，往后未来我们也希望开发第二条、第三条路线。引擎启动。社会处指出，体验无同款的走读，7月19日礼拜三将举办第一场的免费行程，欢迎乡亲做伙来重视女性权益甲性别平等。大中央新闻中心梁中华采访报道。